如果您本身就是一件文物的话，您最担心的是得不到好的保护，还是被这个世界所遗忘？先考考萨老师。你考我？我一个住在考古系隔壁的人。咱们国家有4个双遗产，文化遗产地我基本都去过。卷成这样了，长城算什么遗产？大运河呀，莫高窟啊，九寨沟，可可西里，56项世界遗产，2000多个云上展览，这么大的数量我们家都没落上一个。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保护文物到底是在保护什么？希望我能够用代码把现实世界中的文物在当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对，就给这个星球留一个痕迹，我们存在过。既传它的本身，更要传它背后的精神。这个答案其实就是4个字：何以中国。